相关啊，去一下什么水晶岛啊、史莱姆岛啊，还有想象的世界。哇，这么好的一次行程，我特别期待。然后还想问一下，大概是什么瞬间让你突然觉得哦，我终于做好了开演唱会的这个决定呢？我已经等了很久。我也其实也是没有准备那么好，就是想想，我觉得。粉丝们想看就看呗，主要是歌我觉得也够选择了，因为我大概有，现在我出来多少歌了？有20几首，26、36、30，没有，加上什么 When It's Christmas 那种圣诞那种歌曲没有，有了吧？30首肯定有，没有30首，没有30首就继续出，没有30首就继续出，然后出到，对。我的越多越好，我们一起期待。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要准备演唱会，肯定会就准备什么跳舞呀、练舞呀、练歌的一些音乐，但是可能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一些要做的准备，可能一些比较意外的或者是比较惊喜的，不知道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意外。惊喜？对，就可能他是想。没什么惊喜，有什么惊喜吗？
有吗？在哪里啊？我咋不知道？海边？不去海边，不去海边，没有去海边这件事。啊，就啊，这也是，如果这个算惊喜的话，就是因为演唱会的时候，我希望给大家带来所有的歌曲的风格都不大一样，可以把所有的歌曲都给你带来了，所以基本上所有的都被我改编，基本上所有的都。的完整性的版本是吗？对对对。哇，那特别期待。嗯。然后我们听说，因为您是火箭风嘛，所以就。对对对。对，所以肯定就会很多语言，所以都会什么语言呢？其实也不会很多语言，就。小区，小区。对对对对。那个就是中文是最好的，然后其次可能是。不是我们的啊，反正各种语言会语言。那，你愿不愿意跟大家稍微展现一下？我 OK 啊，你们是有什么环节要怎么展现的？那我们可以来一个 PK 怎么样？以前绕口令的 PK 可以吗？中文还是？先从中文开始，因为已经是最强的，这个来。蜂酿蜜蜂蜂蜜啊。蜜蜂酿蜂蜜，蜂蜜养蜜蜂，蜜养蜜蜂，蜂酿蜜，蜂酿蜂蜜，蜜养蜂。哇，我都看不懂。这个看不懂吗？是吧？然后我们还准备了一个英文的。哦。因为你英文吃的比较好。啊，别别别，我英文吃的不好，我就是。She sells cheese. She sells short.英文不好，然后突然这么好的英文，太惊喜了吧！问到我了。好 ，Here we go. So， 这些词你都认识。航海船长的这个女孩，对，追寻未知岛屿，开启梦想跑道。那我们来一个西班牙语啊。OK。第一个是 navigació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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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不错，发音非常好。navigación。这个是 capitán。capitán。这个比较简单一点，船长叫高比蛋，高比蛋，高比蛋，高比蛋。这个是这个比较难。Chicas caracol， chicas caracol， 怎么这么好啊？你是不是？没有没有，我真的不会。再来一次。Chicas caracol， chicas caracol， chicas caracol。This guy 说的比我好。哎，你要不要试一下这个？好，这个有点难度。等一下，等一下。Chicas caracol caracol caracol， 然后这个是en busca de la isla en busca desconocida， sí， en busca de la isla desconocida， en busca， soy en busca de la isla， de la isla desconocida， desconocida。Pretty good, man. I thought it was gonna be you're doing great. 然后这个我们就改一下，就是找到梦想的宝藏啊。Encontrar el tesoro. Encontrar el tesoro. El tesoro. Soñado. Soñado.
What is Sonia？ 索尼亚的就是梦想，梦想的一个。Okay, 我就说为什么我对 Sonia 的这个词索尼亚的索尼亚这么熟悉，原来是梦想。Sonia 真的很厉害，在。这个 Chicas Caracol。Chicas Caracol。OK。船长，我再给我翻一下。Capitán。Capitán。OK， 好，可以。真的很厉害，谢谢你们参观，希望你们可以有机会可以过来看，他们应该有可以有机会过来看我们的演唱会，因为我自己演唱会真的还蛮不错的，直播，这次演唱会就是还行吧，就是也还凑合，就是希望你们可以过来看，因为真的舞台什么都准备的很辛苦，然后他们每个舞蹈是非常非常厉害。Yeah, 你像我的样子特别特别棒。你刚看了？我们带着正座来看看，我们带着带着我们的粉丝在看。哦，现在他们应该看不到，不过他们也在笑你。要不要叫我们？点东西。其实我现在这个时候，他们喜欢这种最新的这样的 vibe。然后最近我学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这个比较流行，就 pop and love 的那种。就我具体的名字我不太清楚，但是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在某一个点上，这是他们最喜欢的。然后我们一直在用舞蹈这样的语言交流，互相交流，然后跟他们学习一些新的 UI。感觉也是挺激活的，觉得。对，你们过来采访我，我可以瞬间感觉到自己也挺国际化的，你知道吗？国际风。来，谢谢你过来。谢谢。你们吃饭了吗？吃了。你吃了吗？我没有，一会儿你们他们就是。今天就是好好吃饭，好好休息，不要太累了，要不我们。你也多吃点，你也太瘦了。那我们就继续让他们练舞吧。好，那你们继续练吧，然后谢谢今天的分享。Gracias. Gracias a vos. Gracias. Thank you.